上海话，爱话上海滩。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阿拉来看看今朝的微信平台上，观众有啥留言伐？主持人侬好，为啥个阿拉伯数字222用上海话读出来是202？为啥每只两个发音侪是不一样的呢？第一个阿姐提的问题，为啥是到202没有劲啊？上海话当中，两特子二侪是普通闲话当中二的读法，但是呢，廿是20的读法，阿拉写成廿。侬提到的数字在上海话当中的写法，其实是202。有人讲，上海人每个人侪是数字控，来大量上海风靡的成语啊、俗语当中侪有数字。比方讲，一本三正经，不二不三，瞎三胡四，妖孽国龙。阿拉重点来讲讲老末的妖孽国龙。妖孽在旧社会当中呢，往往是指低等的妓女，后头呢也被上海人用来形容一个人啊素质差、不长待遇。妖孽角落指的就是偏僻的地方或者角落，比方讲有老多开了妖孽角落的小饭店，味道往往不比大酒店摊板。南宋的诗人辛弃疾有一句老有名的词叫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那么用上海话读出来，会得是哪能样子的呢？那么上头回头看，想不到伊来了妖孽角落头。老早子，上海的小马路、小弄堂一眼妖孽角落的地方，一般侪会压了海点能家的胭脂店。之所以讲压，是因为点眼胭脂店不光小，而且从来就不大张旗鼓的装饰店面、更新店装。但是，胭脂店吸引人的不单单是伊的商品，也不单单是伊的实惠和方便，而是胭脂店老板和老板娘。一般来讲，胭脂店侪是夫妻老婆店，前半间营业，后半间生活，阁楼上困觉。这对夫妻搿辈子大部分的辰光，侪脱迭爿胭脂店捆绑辣一道。从小夫妻到老夫妻，伊拉特子伊拉个小人就辣搿间勿大的空间里做生意过日节。伊拉个真实生活，好像就像阿拉眼皮下头一场活生生的真人秀。欢迎大家回到《闲话上海滩》，我是丁丁。今朝阿拉来讲讲胭脂店。今朝呢，阿拉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，伊当公司的退休职工，也是阿拉上海作家协会的会员陈志华老师。陈老师侬好。侬好，侬好，主持人好。另外一位呢，是阿拉上海电视台自家主持人东东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东东。上上海话 大家好，我是东东。是家。今朝阿拉想聊聊搿胭脂店的情况。陈老师，他是胭脂店也当了一辈子教导，好跟人家讲伐？我爷爷呢，原来是开胭脂店。就是开。我等于是爷胭脂店的孙子了。我爷爷开胭脂店，等于我作为第三代，所以我自家工作单位呢，又辣辣胭脂店，所以当时一辈子搞胭脂店打交道。那这个阿拉有缘分啊，有缘分。阿拉爷老早是开胭脂店。是吧？辈分高头来讲呢，侬爷爷开过胭脂店，阿拉爷开过胭脂店，咁么侬要叫我？不，辈分比侬大一点。陈老师，陈老师，跟我想问问看啊，按照侬的观察，胭脂店的入口一般在来啥地方？我爷爷开搿爿店，就辣辣龙塘口的龙塘口进去，隔壁两家民巷，我里向蹲了做面店一间，所以入口属于比较好的。我印象当中，总归是妖孽角落的地方有的这胭脂店。是个，一般胭脂店对伐？在压了龙塘里向的老多啊，因为老早胭脂店。一只弄堂里向，或者是一条马路里向，有会得有交关胭脂店。所以，伊阿拉弄堂里向呢，就是辣辣外头是看不出的。但是弄堂里向你才晓得哦，这里有一爿小店了嘞。一般性搿种店侪是帮搿小区里向个人服务啦。大家伊阿拉里向个门面呢，更要便宜眼。伊搿能介就是讲，这是经营起来呢，还比较顺利。作为胭脂店小开，拿我里个搿爿胭脂店是啥位置？压了黑啊！其实开了辰光嘛，就开三号头。三号头，做生意做来，做生意做来，关门关上了。这门面发句，开了就像现在进小区啊，进小区的保安室，就进小区搿只保安室，就是阿拉爷老早开的胭脂店嘛，也蛮明显。一辰光没介许多车子了，只有这保卫生嘛，就是开胭脂店。开胭脂，现在实际上搿点位置老多侪是新的种便利商店哦。对。陈老师觉得搿老早这胭脂店帮现在点新的便利商店是差不多的吧？应该讲是没有区别的。
老早一次的最多特点，伊没隐私。就就侬买物事的辰光，实际上搿老板屋里来做点啥事体，侪看得出。对啊，老板早浪向去买小菜，买得来菜之后就蹲辣地上夹菜。这个人家一看，哦，侬辣辣有点啥个小菜，所以隐私性属于勿大有。搿一方面是讲没隐私，另外一方面是勿是讲也是帮邻居之间关系比较亲密。老近的呀，那辰光弄个亲身经历来。阿拉屋里向开椅子店辰光，阿拉爷蹲了椅子店，像烧菜烧饭。那辰光忙忙到五六点钟辰光最忙的辰光，下班了人家才回来了，阿拉吃饭。搿辰光人家讲要买眼啥物事，阿拉爷这菜烧了一半，哪能办？稍微等他些哈，搿红烧肉还没烧着，那稍微等他再等一下烧焦出来，有搿种情况。侬么这里拿个饭碗，那么这里嘛又要辣辣烤么子，学生子么放学了，是。那么小朋友呢又辣辣烤柜台，小朋友烤柜台晓得哎，两分两的三分的有的烤了，上面只有两分三分，烤起来声音来得个响。老板呢就一只那饭碗么可能夹了海，筷子么可能弄海，这里么那么子拿好，那么再弄两口，一面的么一些些有啥么子都吃起了，那么再补两口饭，一顿饭要分几趟，顿饭吃两三个钟头，哎，要分几。吃到后头饭菜也冷脱了。一只店的老板做的生意是放不下来的搿个饭碗，外加没隐私。比方讲，我有个想法，比方讲啊，东东做功课勿好了，咁么那爷来里头就是竹笋烤肉，竹笋搿辰光来客人了，搿种事体我有啊。哪能没了？阿拉眼邻居才晓得我考几分啊！只要我考了不好，阿拉爷肯定请我吃生活。竹笋烤肉，人家搿生活吃得来，就大家就哎勿要打来个小人，侬看打得来肿得来，肿到现在，肿到现在，真的才晓得。我也碰着过，一个邻居跑到这里来，看到老板正好辣辣打儿子嘛，打了子一看啊，搿儿子啊也要打，老板讲啥？为啥？啥个道理呢？伊讲上趟看到我。亚叔不害哦，侬今朝同我一道打金，葛末这个老板一看，笑起来了，不打了，哪能打法子啊？葛末就老巧妙的化解了。那我心里急哦，讲到我心里，我辰光不打的辰光，我就希望有个顾客来，就是最好是隔壁那个阿姨来买只酱油的。哎呦，这小人你不要去打伊啊！不要打，打伊啊！就是讲救命啊！搿辰光，搿大家听下来真的蛮像一份人家哦。人情味道在来里，现在便利店呢可能没搿点味道了。是。后来呢，阿拉讲到椅子店来看看。椅子店里头的商品有眼啥物事，一道来看。洛上海有活几鲜的鸟口令，外式牙膏、橡皮草、木土杯、阿福木、阿司匹林、橡皮膏、卫生草纸、电灯泡。鸟口令里提到的大部分物事，在椅子店里才好寻着。尽管椅子店小，聪明的老板总归好拿店面的利用率达到最大，就是上海人经常讲的螺丝壳里做道场。墙壁高头挂的、玻璃橱窗里陈列的、橱台里头堆的、货架高头放的、门前摆的、台台罐罐装的、角落里存的，全部侪是生活的必需品。但是椅子店归根到底，最多的商品无非两样：香烟特子草纸。看样子个椅子店买个么子是交关多啊！我有一样么子，我想不成，阿司匹林啊有个了，有个，阿司这个就买一个哎，还是个啊。一个辰光呢，不像现在行业跟行业之间是老严苛的。椅子店呢，实际上是一只综合商店，伊大概跨行业，跨七到八个行业，因为伊只要便民嘛，侬像小囡有辰光不适宜嘞，甚至红叶丝嘞。红叶丝有，紫叶丝，红叶丝、紫叶丝了，口罩了，或者是纱布了，侪有的。阿司匹林，阿司匹林也有的。还有啥也？啥个东西？老总也有，老总也有，老总也有呀。老总也有，屋里向老总多呀。哦，安安眠，安眠药好像不大好嘛。安眠药，那时候讲到搿物事对伐？我倒是晓得，阿拉爷那时候还蛮辛苦的，就讲侬搿店里向的品种多少啊？直接关系到他的面子问题哦，就像个老板，就是一里向品种多哎，你刚刚哎，侬个里向个阿司匹林有啊？我店里向啥么子么啦？哦，那啊，谁有个伊就觉得老嘚瑟。那是他药品啊，不是？椅子底、椅香烟、这个草纸，搿是肯定有。为啥其他么子阿拉可能想不着？椅子底呢？伊只要当做一只纸，嗯，跟纸头搭嘎，香烟跟纸头搭嘎，卷椅子被伊卷起来的，嗯，草纸搭嘎的，还有只是锡箔，锡箔，我小辰光还约过，约过呀。宁波老太，有的辰光现在也辣辣烧，每年冬至了、清明了，伊也要烧。啊，锡箔。锡箔呢，最早是辣辣香烛店买的。嗯。后头呢，解放以后翻迷信嘛，香烛店好像就关脱了。嗯。所以基本上像搿种
伊子的这个买锡箔的牛呢，侪辣辣伊子店辣辣买。那么锡箔呢，还是一种猪头，所以跟猪头打交道比较多，所以就习惯就叫伊子店。超市个我要详细的看一看，详细看一看。我帮了亚叔铺超市，一到超市几张呢？对吧？一百张。哎，对个，是黄颜色。哎，是光呢？我有辰光黄，我差他半张，放半张了里。现在只有99张，99.5，99.5。但有种客人蛮熟客的，这个不是老板也到的确有个，就这个要到超市呢是100张。有眼人买了之后呢，伊买好以后，当然就蹲了柜台边上，辣辣点一张一张点。难看了，要点到后头，那老板只有99张，或者99.5。那么老板这个一张做好不一样，那这个就是侬做的，老板做好做不一样。我做过最坏的事体是，我隔了一张锡箔辣里。哦，这个不得事。OK， 稍微的，刚刚开了3个号，别说这个，有3个号头关太久了。开不下去，人家寻我来个。1个号头就出这个，一个这里，一个这里。自来火有啊，是，我就打火机自来火。讲到搿才噩梦。不是聊个是他第一超支之外。第一自来壶，自来壶要滴啊！滴自来壶，伊也打开了，自来壶是100根嘛，也就一根一根滴，滴到后头就跟草子一样啊！哎呦，老板100根对个，老板想，哎呦，总算松了口气，刚刚松了一口气，面子讲又不对，老板讲啥事体啊？还有2根上头没糊呀！看了没？我这是作孽，老板只好再补补一样。那个辰光碰着自来壶的问题，那是因为老容易潮掉的。哦，潮脱。潮脱了，潮脱侬就挖不出来了。嗯。但侬买不，侬倒脱侬又不舍得。嗯。侬买脱呢，心里向过不去。嗯。这真的是老难过，做搿种生意真的是蛮辛苦的了。因为有辰光呢，这个一般人家的这个经济才比较困难，哪怕2分一包的自来壶，伊也要算了还有。你要有眼人看，假设屋里向是有煤气的，屋里向有人吃香烟的，这个自来火用量就比较结棍。侬煤气侬一天要点交关大数，香烟一天要吃交关根数。所以这个呢，对自来火的数量要求呢，有辰光就要算了用。哦，那算就把你手机上网要算流量一样。老早一根自来火要点3个人的香烟嘞，一直要搿火烧到手指头，烧到手指头，没来塞了，吃不消了再倒出来。对对对，阿拉最后再讲讲搿个香烟哦，香烟肯定是顶重要一桩。那个陈老师，香烟是不是最赚钞票一样物事？蹲辣店里头，辣辣烟纸店里向，伊个销售比重，香烟属于最大，多的。100%多少？一般来讲，最起码50%-60%。哦，50%-60%。侬假设搿爿店没卖香烟的，搿爿店一般是维持不下去的。是啊，跑到侬这里来，比如讲侬香烟品种老少的，两大一门香烟没啊，搿只品种没啊，一只没啊，人家下趟不来了，不来了之后侬生意就做不下去了。是，可能也就3个号头的道理。我印象当中小辰光，哎，我看到老板有好1根1根买的，零买的嘛。零买呢是搿能的，就是大概辣辣60年代后期。那么搿辰光呢，老板为了做生意嘛，那么香烟呢可以出零辣辣买。出零买呢，就是因为搿辰光人的消费钞票收入没有不高，消费没有比较低。侬要买整个头，比如讲一包飞马坊2.8，2.8有交关人在这里摸不出来。但是香烟呢，伊又想吃的，葛末哪能办呢？比如讲读三分行里买2根飞马坊。有个。我一个阿弟嘛，搿辰光辣辣读小学嘞。人家隔壁一个爷叔还有拨伊5分洋钿，侬去买2根飞马牌，3根勇士牌，搿辰光没计算机个，就拿指头辣辣算唻，算来算去5分洋钿好像总共有得0头，葛末伊就勿算了，跑到伊子店，要买香烟，老板算也勿要算个，2根飞马，3根勇士就夺拨伊。再读了2张草纸，伊回过头来再一算，正正好好5分洋钿。草纸找不伊个嘛？因为草纸就零头，因为没找啊。吉利，但是搿里向呢，就是伊子店个香烟零嘛，有一个啥个特点呢？就是阿拉一般跑到外头做生意，一般比如讲买物事，零头总归40-50个，对伐？对对对。唯独香烟买物事没40-50个。比如讲老简单个，
一包飞毛是两个八，嗯嗯，买一根是一分四厘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只买一根，嗯嗯，一根哎，我只要一分两厘了，四厘老板杀脱了，搿老板勿做啊。哦，按照搿能讲，侬也一根，我也一根侪买，我只要两块两厘一包，两个八伊就是损失八分。嗯嗯，搿老板搿种生意勿做啊。是。所以伊拆开了，伊肯定是赚钞票。哦，是搿能介，所以再肯拆零买。对，搿种拆零买的故事，确实也好体现出一点老板，或者讲上海人一直有搿种精明的意识来里向啊。但是呢，也有的一样要帮电视机前头的观众朋友提醒一下，就讲。各种情况，老多小人啊，就像伊也是从各种情况开始，搿事体勿好活。讲老多一线店老板哪能会做生意的故事啊？阿我来阿拉看段视频，看看来搿交易的过程当中哪能介让人家最适宜呢？一线店的营业辰光往往勿固定，勿像今朝的白领上班要打卡签到，有固定的上下班辰光。一线店老板可以困醒了营业。倦了就当养，不要以为一线店老板的工作介惬意，伊拉是365天天天营业，比小白领吃力多了。今朝上海大大小小的便利店同样是365天营业，伊拉的特点是快捷、方便、货色全。但是比起上海人熟悉的一线店，便利店追求的是契约精神，一手搞钞票，一手搞货。也就少了一眼人情味道。但是侬到一线店，不管侬买不买么子，老板侪会特侬拉拉家常，谈谈山海经，邻里之间就好像一问人家。你真是伤心啊！我一做面哪能做？啊，黄记糕其实蛮好吃的。黄记糕有点像早餐的。假使侬碰巧钞票没带够，老板也会客客气气讲句：“么子先拿回去，钞票晚眼再拨好了。”郭老板，尽管一线店有小有几楼。周边的老百姓侪离不开这番小小的一线店，离不开一句传言破俗的问候。看样子一线店老板真的是蛮忙啊！是的，两位看到过一线店老板有休息的日节吧？我好像从来没看过。哎，是365天要上班啊！根本，侬小辰光根本也没碰着过了，那也总归要带小人出去白相的呀。没，老少的。至少在搿3号头里，3号头也没生活吃了饭过来。是的。陈老师没看到过啊？没个，应该是一直上班的。伊迭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全天候24小时。嗯。侬假使还有关门闲话，隔壁邻居人家正好需要了。两大还来买不着么子了，人家就要寻重新寻店家来，所以侬这个就做不下去了，这个就不来事的。哦，这个就不来事。咁么有的搿种半夜里敲门的事体多伐？一直的，这个就好像是老板开了搿爿店，夜里向开小门是伊个责任是一样。因为一般人家敲门，伊总归是有事体的。嗯。比如讲，伊要弄个。弄眼牙，或者保险丝断脱了，或者需要买根蜡烛啊，侪是救急的。嗯，侬搿辰光开门闲话，不仅是做生意，他人家解决了交关实际问题，是。所以迭个是属于老重要。哎，人情味道也就有辰光就体现了搿。所以人家也话，他一直到侬这里来买物事，也就是迭个道理。哎，比方讲，人家来买保险丝啊，伊屋里正好来大浴啊，保险丝没了，随便穿只裤子衣裳出来了，正好他没钞票，搿收账可以不啦？嗯，碰着搿种情况，一般侪是个。比如讲，侬到了这里来了以后，哎呦，老板快冻死了，侬保险丝去拨我，哎呦，钞票没，过两天拨侬啊。热心，一般老板侪是，侬心里老在讲，不会得搿辰光跟侬算钞票的，要晓得侬回去要救急。肯定会得担心啦，因为我觉着现在搿种事体基本上就，用勿着担心。因为侬想进进出出，大家侪碰得着。对个，面子高头也过勿去。老板人老好啊，因为大家侪邻居之间，但是真的碰着恶劣眼个皮厚个客人，每趟个钞票侪勿还个，搿哪能办呢？实际上，老板是看人头个。一般来讲，侬买眼啥物事，侬去了海之后。老板专门有本簿子，会得还是会记了还。老早子的确是用簿子记啊，是用簿子记。但是也是因为就是讲，毕竟大家老早是邻居嘛，对个，关系太好了，赊账的情况是老多的，是老多的，哎，记了还。一包香烟了，一包自来火了，一道草纸了，那么到了这个一天归乡了，啥叫归乡？盘点了就是对吧？不对的，归乡啊，归乡呢，上海老底子的人发工资，不叫发工资，叫归乡。乡是哪里的乡？军粮军饷。军饷的饷。哦，军饷。对。归乡呢就是发工资了。哦，为啥？
发工资叫官。上海人就习惯。不应该叫开饷吗？官呢是收进来的事，官是收进来，关门那进嘛，别那个把门关起来，有东西捏进来，所以官饷就是收钞票进来了。老板是蹲了这个里向，这个隔壁邻居，侬啥地方上班？每个号头捏多少工资？啥个辰光关饷？老百姓里一本账，比如讲侬到我这里来买过么子，买了之后今朝应该发工资的，侬今朝没出来，第一天压脱，第二天压脱，压脱了不算，侬招呼也不打。有辰光我实在是头寸也比较紧张，小囡不适宜，小囡需要付生活费，哎呀，老板我讲一次，欠钞票我再一两天，那么像搿种情况，老板是完全能够可以理解的，对伐？侬三天他招呼不打。那么老板晓得侬个人不大灵光了。哦，搿会得哪能讲呢？哎，下趟侬再来，比如讲过了四五天啊，或者过了交关辰光，侬首先原来个账还脱，再要赊账个，老板讲哎呦不好意思，搿像我头寸交关紧张，所以只好请侬帮忙。哦，付遗钞，实际上就是伊个信任度不高了。啊，老板自家一本小簿子，看人名字搿旁边画只大字。但是老板不敢得罪伊个，老板呢也不会得了其他人面前讲伊个，不无牺牲财嘛，对伐？就心照不宣。侬下趟呢，生意也就侬来。但是。再要赊账的事体呢，密开正口哦，一般就是个呢，就不会得再有下趟。你看，侬现在尽管，当然也不会。尽管外头便利店老多啊，侬跑到便利店买么子，侬赊账侬来塞吗？来不不，你讲红三七呀？最小么子个？赊账只有了一支店，对对对，这个是一支店特有的一种。是的，对吧？情况，这就像人情店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其实所长有句，我觉得我小辰光听到没很叫上海人一直讲有家有味，再家不念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搿桩事体，我觉得上海人蛮重视一桩事体。对呀，对呀。那么最后两位觉得意志地搿样物事，或代表上海人何里一种生活的味道或者城市的精神呢？意志地啊，其实就像阿拉当时讲，就是上海人搿种，就是亲和力吧，就是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。亲近。老亲近，对个亲近，是这种感情的底了，给你想啊。什么是高人？一支店开了噶许多辰光，也等于跟隔壁邻居，跟搿一部分商品，也有点眼熟眼分了。已经属于不大能够分得开来了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还有交关小老板能够撑到现在，也就是因为有搿能一份亲情了。对对对，是。虽然搿边店小，但是更加多的是人情来了里头。搿也是阿拉今朝做搿期节目的，想告诉大家的物事。有的物事好变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搿种感情啊，是不会变的。对对。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，也感谢阿拉观众朋友，再会。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徐耀明，王媒体的心思。相声是。就阿拉闻闻搿味道了，就不想困觉了。对对。哎呦。森林浪向山楂带子，耳环带子，抽鱼子了。从那个小绿到街徒步，开开心心吧，勇于走向路，越接越近。